我忘了把护照放到哪里了。我忘了把护照放到哪里了。他还没有女朋友呢。他还没有女朋友呢。我不能让别人理解我自己。我不能让别人理解我自己。只要有信心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只要有信心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我们相信会在未来继续成功。我们相信会在未来继续成功。好像每个人都会弹吉他。好像每个人都会弹吉他。我对战争片不是很感兴趣。我对战争片不是很感兴趣。很多人都没能及时看医生。很多人都没能及时看医生。我们不清楚您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们不清楚您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们每天收费26美元。他们每天收费26美元。你今天中午做什么吃？你今天中午做什么吃？你能把那件衬衫熨熨吗？你能把那件衬衫熨熨吗？他因为还不上债而躲了起来。他因为还不上债而躲了起来。我想知道你们的花瓶放在哪里。我想知道你们的花瓶放在哪里。我还不知道要和谁谈这件事。我还不知道要和谁谈这件事。请尽快跟我联络。请尽快跟我联络。史密斯一家是我的邻居。史密斯一家是我的邻居。损害是由外力引起的。损害是由外力引起的。你的生日是哪天？你的生日是哪天？诚实是最好的政策。诚实是最好的政策。最近的餐厅在哪里？最近的餐厅在哪里？他在书店和药店之间。他在书店和药店之间。
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延长期限。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延长期限。我看过这部电视剧，很搞笑。我看过这部电视剧，很搞笑。这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。这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。我们另外再把合同书寄给您。我们另外再把合同书寄给您。您的建议将由他们进行讨论。您的建议将由他们进行讨论。雨天时我感到消沉。雨天时我感到消沉。您是来度假的吗？您是来度假的吗？已经无可挽回了。已经无可挽回了。请安排一位会说汉语的人。请安排一位会说汉语的人。请问是吉姆的办公室吗？请问是吉姆的办公室吗？对地狱的恐惧让我行为端正。对地狱的恐惧让我行为端正。我觉得我不再相信宗教了。我觉得我不再相信宗教了。如果您喜欢，我可以购买更多。如果您喜欢，我可以购买更多。我被一个想法迷住了。我被一个想法迷住了。今天下午你忙吗？今天下午你忙吗？我会接受你的提议。我会接受你的提议。换工作是唯一的出路。换工作是唯一的出路。是的，我已经和他约好了。是的，我已经和他约好了。你喜欢这本书吗？你喜欢这本书吗？因此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中立。因此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中立。发动车，把档位调到倒车档。发动车，把档位调到倒车档。请在重要事项的下面划线。请在重要事项的下面划线。
有稍小一点的吗？有稍小一点的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和谁交往呢？你现在是不是和谁交往呢？能和我一起照张相吗？能和我一起照张相吗？你又和别人打架了吗？你又和别人打架了吗？我刚刚读完这本书。我刚刚读完这本书。咖啡能让我振作起来。咖啡能让我振作起来。我想要客房服务。我想要客房服务。别这样看着我。别这样看着我。谢谢您一直鼓励我。谢谢您一直鼓励我。这顿饭里包含咖啡吗？这顿饭里包含咖啡吗？他们会在里面加上什么吗？他们会在里面加上什么吗？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意见。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意见。有什么菜可以推荐的吗？有什么菜可以推荐的吗？我父母担心我永远不会结婚。我父母担心我永远不会结婚。我有点胖，我想变瘦一两个号。我有点胖，我想变瘦一两个号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是麻真是东施效颦。是麻真是东施效颦。你是说这个主意不好？你是说这个主意不好？因为下雨，所以比赛取消了。因为下雨，所以比赛取消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制作更好的视频。我们现在正在制作更好的视频。我们很抱歉没有早点给您回信。我们很抱歉没有早点给您回信。
开学典礼是哪天？开学典礼是哪天？如果你说是的话，那就是吧。如果你说是的话，那就是吧。他买了一栋带两个卧室的房子。他买了一栋带两个卧室的房子。如果超速被发现，扣四分。如果超速被发现，扣四分。比起当病人，我更适合当护士。比起当病人，我更适合当护士。最近我总是丢三落四的。最近我总是丢三落四的。担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担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实在对不起，让您费心了。实在对不起，让您费心了。下趟到北京的车是几点？下趟到北京的车是几点？我可以把贵重物品存这里吗？我可以把贵重物品存这里吗？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吧？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吧？我想的是一幅乡村景色的画。我想的是一幅乡村景色的画。我几乎是习得了这门语言。我几乎是习得了这门语言。这双看起来不错，是吧？这双看起来不错，是吧？真是个蓝眼睛的女孩。真是个蓝眼睛的女孩。她就是个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她就是个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对不起，打断一下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打断一下可以吗？他在镇上四处溜达。他在镇上四处溜达。别忘了保持联系。别忘了保持联系。你能认出那个女人是谁了吗？你能认出那个女人是谁了吗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耐心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耐心。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时间会证明一切。
我在滑雪俱乐部。我在滑雪俱乐部。我们该往右拐。我们该往右拐。控制住你自己。控制住你自己。要不要我帮你带个口信？要不要我帮你带个口信？汤姆真让我神魂颠倒。汤姆真让我神魂颠倒。你有很大的胆量。你有很大的胆量。你已经跟我说过了。你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别对什么人都唠叨这事。别对什么人都唠叨这事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床事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床事。他处理事情很利索。他处理事情很利索。我现在不想再提这件事了。我现在不想再提这件事了。干嘛往窗户上贴胶条？干嘛往窗户上贴胶条？您能挂上电话吗？您能挂上电话吗？请你填写一份失窃报告。请你填写一份失窃报告。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你会在左边的拐角处看到。你会在左边的拐角处看到。太好看了，这是什么花啊？太好看了，这是什么花啊？请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。请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。很抱歉未能尽早给您回信。很抱歉未能尽早给您回信。谢谢您提醒我们注意此事。谢谢您提醒我们注意此事。你们都有些什么葡萄酒？你们都有些什么葡萄酒？我想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。我想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。
我们来玩勾球吧。我们来玩勾球吧。我的故乡是波士顿。我的故乡是波士顿。没必要急着去做。没必要急着去做。这和我点的不一样。这和我点的不一样。得了，我们去逛街吧。得了，我们去逛街吧。报纸上说，钱马上就会升值。报纸上说，钱马上就会升值。您的建议我部门正在跟进处理。您的建议我部门正在跟进处理。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。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。他单膝下跪请求她嫁给他。他单膝下跪请求她嫁给他。他们会去欧洲旅行三周。他们会去欧洲旅行三周。现在不能跟你说。现在不能跟你说。他坚信简洁最关键。他坚信简洁最关键。苹果电脑比 PC 机轻得多。苹果电脑比 PC 机轻得多。这是一本消遣性的历史读物。这是一本消遣性的历史读物。实际上他会点名让人回答。实际上他会点名让人回答。他现在不在座位上。他现在不在座位上。万一下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万一下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是他诗作的一个好例子。这是他诗作的一个好例子。这个长周末你有什么计划？这个长周末你有什么计划？宪法保护人民的自由。宪法保护人民的自由。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。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。今天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今天的事情怎么样了？
我听说台北是个美丽的地方。我听说台北是个美丽的地方。我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。我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。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你能不能把事情补好？你能不能把事情补好？听了那个消息，我就放心了。听了那个消息，我就放心了。能借给我10美元吗？能借给我10美元吗？我想我赢不了他。我想我赢不了他。你准备好明天的事情了吗？你准备好明天的事情了吗？他这个年纪的人很聪明。他这个年纪的人很聪明。我们的决定什么做？我们的决定什么做？你上的哪所大学？你上的哪所大学？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体温。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体温。你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？你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车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车。应该吃什么零食？应该吃什么零食？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能给我房门的备份钥匙吗？能给我房门的备份钥匙吗？你想和我去看电影吗？你想和我去看电影吗？我们很遗憾不能为你工作。我们很遗憾不能为你工作。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。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。栅栏那头的草总是绿油油的。栅栏那头的草总是绿油油的。你总可以从小事开始。你总可以从小事开始。
我还是喜欢在电影院看电影。我还是喜欢在电影院看电影。你看今年夏天的奥运会了吗？你看今年夏天的奥运会了吗？我非常想要一台智能电视机。我非常想要一台智能电视机。非常感谢您给予我们的合作。非常感谢您给予我们的合作。很高兴和你们保持贸易关系。很高兴和你们保持贸易关系。你想搭配什么色调？你想搭配什么色调？别忘了扔垃圾呀。别忘了扔垃圾呀。明天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明天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对你完全有信心。我对你完全有信心。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吗？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吗？我们需要一个房间住两晚。我们需要一个房间住两晚。他怎么跟您联系呢？他怎么跟您联系呢？你想得真周到。你想得真周到。但是这些家务活谁来做呢？但是这些家务活谁来做呢？只有努力才能成功。只有努力才能成功。我已经不抽烟了。我已经不抽烟了。这没啥大不了的。这没啥大不了的。这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不是我的问题。下一次再努力一点。下一次再努力一点。约翰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约翰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不认识，但我见过他。不认识，但我见过他。这要看天气情况了。这要看天气情况了。
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。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。没有什么比这更棒的了。没有什么比这更棒的了。他长得像他妈妈。他长得像他妈妈。我现在有急事要和巴尔谈谈。我现在有急事要和巴尔谈谈。我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。我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。你收到我给你的生日贺卡了吗？你收到我给你的生日贺卡了吗？你能给孩子换块尿布吗？你能给孩子换块尿布吗？你的想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。你的想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。不要忘了给我带点东西回来。不要忘了给我带点东西回来。我们不会考虑到你生病的问题。我们不会考虑到你生病的问题。照顾一只兔子很费劲吗？照顾一只兔子很费劲吗？曼联和曼城你如何选择呢？曼联和曼城你如何选择呢？它可以按照你的习惯自动调整。它可以按照你的习惯自动调整。最近整个经济体系非常混乱。最近整个经济体系非常混乱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会下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会下雨。我想要和那个一样的。我想要和那个一样的。我头晕目眩，浑身无力。我头晕目眩，浑身无力。还要多久才能做好呀？还要多久才能做好呀？今天他看上去很郁闷。今天他看上去很郁闷。现在的孩子们过得太顺利了。现在的孩子们过得太顺利了。你需要去运动锻炼一下。你需要去运动锻炼一下。真舍不得走，但是已经很晚了。真舍不得走，但是已经很晚了。
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你什么时候有空？请你把它包起来。请你把它包起来。